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咁跟住落嚟嘅问题就讲到关于信心嘅话咧，咁尤牧师曾经分享过喺有自性所嘅信心啦，一种冇怀疑嘅信心啦，吓。咁我哋点样先至激发呢一种自性所嘅信心喺生活同埋信仰上面？嗱，咁其实如果我哋用自性所呢个概念嘅话，大家第一点就当然知道就系、佢一定系可以话系信心里面嘅终极啦，吓。佢一定系信心历程当中最重要同埋最大噶啦，吓。但系问题，如果我哋知道最重要同埋最大，但我哋同样亦知道，我哋要进入自性所嘅话，一定要经咩话？一定要经外院同埋圣所噶嘛？系咪啊？呢、个就系根本系冇第二条路可以入去啊！一定要系呢条路。所以变咗，其实原来神设计嘅圣殿一早已经系清楚俾我哋知道咧。冇错，我哋有自性所嘅信心，但系问题我哋要由最根基嘅去做起，按部就班咁。因为每一个人咧，佢一信主咧，佢哋都由个基础做起嘅，唔会话一信主嘅时候就已经系自性所嘅信心里面，系唔会嘅。就算是祭司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大祭司，他们进入至圣所都是由外院行起先。咁呢个即系代表咗啲乜嘢咧？其实呢个就系讲俾我哋听咧，呢、个亦俾我哋睇见啊，就系话咧，好多好高骛远嗰啲啊，性格好多瑕疵嗰啲啊，好神怪嗰啲啊，即系嗰啲嘅信仰咧，系冇可能走到去至圣所嘅信心啊。因为点解？因为你首先喺外院先，即系话换句话讲，你先有外院的信心，即是说代表了就是外院的信仰付出加上外院的信仰经历。咁先至我哋能够 graduate， 我哋毕业咗啦，我哋先至能够进到圣所的信仰付出，再加上呢圣所的信仰经历，先至有机会能够达到至圣所的信仰付出同埋至圣所的信仰经历。咁当然我相信你听到就知道哦，里面有讲到信仰的付出同埋信仰的经历啦。因为点解？因为我哋要强调呢两点嘅原因咧，因为呢个就系每一个喺外院嘅会中嘅时候，佢自己啊会亲身经历到噶嘛，系咪？首先佢到外院嘅时候，佢需唔需要为到佢信仰付出啊？当然啦，因为每一个会中去到外院嘅时候，就系、其实就系去献祭嘅，系咪？佢要系将佢自己喺生活里面嘅一切嘅问题可以带到嚟神嘅面前，但系同样佢亦要希望有呢、一个。将生活的一切的问题能解决的这种经历呢，那他一定要是在信仰上去付出他的部分呢，他才能够拥有这个经历。建议呢，即是外院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两部分了，就是说付出和经历，付出和经历。那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我讲到关于信心医治的时候呢，我们想经历医治的话呢，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从付出去想起先？而付出的时候我们想一下能够付出些什么呢，是不是？咁当然啦，如果係信心医治嘅话，我哋就喺前几我哋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咁你就知道啦，原来我哋要付出嗰个部分呢，就换取咗另一部分。当你知道呢，即係所谓真金白银，即係天国嘅货币，你真金白银用天国货币换得到嘅嘢呢，其实你换到一次，真真实实换到一次，唔係装假嘅，唔係为咗骄傲或者係吹嘘呢，唔係你讲到系嘅。当你如果唔係装假，你亦唔係吹嘘嘅话呢，你是货真价实的做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重复又重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譬如好像很多属灵的能力是可以重复得到的。原因就是我们操练它的时候，我们是货真价实底下去经历它。我们货真价实底下去付出这个信仰的投资。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信仰的经历的嘛。是不是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外院有外院的付出和经历，圣所有圣所的付出和经历。至圣所亦有至圣所的付出同埋经历嘅。咁而事实上呢，你冇办法话我明明系外院嘅付出，但我一定要得到至圣所嘅经历。咁你啲系自欺欺人，因为神喺圣殿会幕两个嘅建筑物里面都清楚俾我哋睇见，就系话神嘅律例同埋典章同埋神嘅活剧系清楚俾我哋知道。咁所以换句话讲，而家我哋就知道所有我哋能够经历到嘅家私呢，其实就系代表咗我哋信仰上嘅经历。即是话换句话讲，外院有咩信仰上经历啊？当然会众系可以去献祭，呢一个叫付出啦，系咪？但佢哋嘅经历系有同祭坛啦，我哋有讲嘅洗作盘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去到圣所嘅有另一批嘅咯，
系咪？我哋讲嘅有金灯台啊，有金香炉啊，我哋有讲嘅关于陈志饼啊，呢啲就系圣所嘅呢一啲信仰经历啊，就系话呢啲嘅家私就成为我哋信仰经历，所以变咗我哋咪讲话哦，所以变咗外院里边我哋有火光，喺圣所里边有灯光，呢灯光就系66卷圣经嘅呢一个金灯台所讲嘅，呢、这个咪就系信仰经历啦。即是说我们能够是有 Rhema 去知道关于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的解释，就是信仰经历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其实如果我们详细讲就真的 很深了，因为里面牵涉到关于祭司谱的解释，关于所有祭司他们不同的衣着，他由他们 他们的腰带至到他们的帽都已经全部都我们有曾经分析过了。但是同样关于另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所有家私，因为在圣所里面不单只有两件家私，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工具都会成为他们的家私，成为他们工作上面要用的一些物品。这些全部都是讲到两个大点，第一就是信仰的付出，第二就是信仰的经历。但是问题这三点都告诉我们知道，首先我们是由外院经历先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院就是给我们知道，我们是能够是那些生活在世界领域的人，我哋能够识得实际嘅点样喺信仰上面去跃进，而唔系嗰啲神怪嘅，直成系根本一读完书出嚟就神神怪怪嘅，走去做神学生啊，一阵又话要做神人啊，即系全部都系胆薄胆，同埋即系自己妄想症所产生出嚟嘅信仰啊。大有人在喎，基督教好多时都有呢啲咁样属灵八套啊，弹嚟弹去啊。咁佢哋以为呢一个就系叫做圣经里面所讲嘅信心，拍下心口就系啦。而不知道这是讲一个信仰属灵里面的操练和经历。啊、所以变成你会看到为什么神先在外院里面要我们真真正正是可以呢心意更新的。啊、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好比一个正常人一样。因为外院嘛，不是会众嘛。就是说神原来是想我们呢由最基础，我们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呢，是比正常人更正常，比正常人更聪明，比我们更明事理，同埋只不过比他们更圣洁。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常立之根爱神，遵守至圣真理，持着勇气信靠，绝不抛开舍弃。我愿按照吩咐，凭信心见证神话语，诚意忠心宣讲真理。主啊，请谁听？猜我情意，心愿是就我最知，我心亦超兴起。今我心灵燃烧，更乐意顺服，全让真理于心铭刻记。